来，今日介绍圣经哦，这本传统的花纹的圣经哦，足国字型的嘞吼、哦。来，华文你来看这本英文的圣经，英文圣经有哪几种版本哦，在其中几种。有啊，妈个囡仔咧读个圣经，吼、哦，囡仔圣经。啊，这样、哦，这咱台语的吼，被、哦、拼音的这个圣经。哦，这本特别介绍，这本是啥物？是泰卢哥万族民的圣经哦。 啊，这本是原文的希腊文的圣经啦，吼，这里面咧字拢乱描描写啦，我你看无的啦，吼，这大家有感情看有日文的日文的圣经，吼，啊，这本吼啊，这就不得了、啊，这是咱即么越南的，咱即么愈来愈济越南的朋友伫咱车，所以咱就揣到一本越南的圣经，哇，咱这足当你偌用心的呢，哦、传的呢我传足济同款的圣经咧，和咱所有的朋友慢慢来了解。 啊，其实圣经毋是干即几种尔啦，若依咱即卖圣经吼翻译做有够侪种诶语言，迄若正经要搬来遮，我互我我规个耳要摆甲甜甜甜去啊啦，啊摆甲归厝内去啊。圣经安呐翻译做遮尔侪种诶语言，因为圣经内面所记载是甲全人类每一个人拢有关系诶代志，伊系当讲全世界各种诶宗教内面，只有基督教一本诶圣经。 伊是敢讲伊是甲全世界所有民族拢有关系。其他的宗教信仰拢有越区域性，伊属于某一个地区而已，但是基督教圣经甲全世界拢有关系。喏，啊最近有一个真出名的一个作家，伊有写一本册。啊，伊进前另外一本册嘛真出名。这个人安哪出名呢？伊进前写一本册叫做《我的大英百科全书狂想曲》，就是讲伊用一年的时间哦。 哦，即人安怎熬的是用一年的时间，完全拢是去照即个《大英百科全书》，照迄个里面所讲个一块物件，伊去做实验，然后伊将伊个实验的报告吼写予大家，将伊个心得啦，吼伊安怎样遵照《大英百科全书》去咧成活，用一年的时间，然后呢出一本书。哎最近的一本书吼世界比较较好，叫做《我的圣经狂想曲》。 因为伊是犹太人，即、这个作者是犹太人，伊真了解犹太人圣经里面过去遮些习惯，所以伊讲吼，伊用一年的时间，伊伊即个人嘅特征就是安尼，伊用一年嘅时间，尽量照圣经去做，哦，实行一年，然后将伊嘅心得完了写落来，哦，所以出一本册叫做《我的圣经狂想曲》啊。 所以迄个过程中间吼、哦，伊就讲啊，我是一个犹太人，按照犹太人的标准吼，若、哦、完全执行犹太人的标准，我是袂当去碰找人，男女授受不亲。爱、啊、伫美国咧生活，伊讲伊去超级市场，去超级市场的阵吼，人个店员有无找钱可以啊？找钱可以的时阵，伊家咧店啊讲，你看到顶头，我甲你退。吼、哦，迄个店员安尼，目睭大大理讲，奇怪，即个人有毛病吼。 伊毋知影伊是犹太人，伊嘛毋知影讲，伊即满是调理过咧遵循圣经诶教示，所以伊讲伊连安尼人造钱造互伊安尼，甲人安尼接触一下，安尼也袂使。遮严格你知哦，吼，爱讲伊连穿诶衫吼，圣经嘛拢有交代呢，伊诶衫诶材质吼，每、哦、当穿三物款诶材质，伊拢完全照即个方式去咧执行啦，吼，伊、哦、诶人际关系，伊接物件，伊穿，伊戴。 伊讲伊尽量尽量完全遵照圣经的吩咐，啊！伊讲甲即嘛吼，伊才发现讲，原来世界各地方抑阁足实像伊即种人，包括讲有一个团体，伊即嘛抑阁照古列啦，顺古法练习就对啦。若人起来，因着提水啊，提哩洗骹，迄种完全古早个方式啦，伊拢保存到即嘛。啊嘛，因为写一本册，伊才有去研究。伊讲伫世界各地方。 抑阁有真侪真侪有犹太,太人背景诶即款团体族群，因拢咧遵守，但是哦，伊讲错别著错别伫多。错别伫共一本圣经哦，伊讲逐个解说吼、哦，差天甲地远啦，差有够济啦。逐个拢讲我是照圣经啊，但是因诶生活方式吼、哦，完全无共法迄著真正是看你要安怎样去解说，所以即本册我哪有翻作中文。 吼、哦、啊！伊诶原文诶英文诶版本吼，卖甲诚好，啊，足好笑诶吼、哦。因为迄种伊诶生活诶体验，伊都硬硬要照去做嘛。伫二十一世纪啊，嗰咧遵照古早时代诶方式啊，你著知影讲，伊会拄着偌济困难。迄、那个过程，伊诶心路历程爱向那安尼做。因为伊知影圣经即本册，吼、哦，伊是全世界人拢总有得看诶册。所以家己讲，我用家己做一个试验，我若完全照圣经去做，我是会安怎？ 所以另外头前一本册嘛是世界权威叫做《大英百科全书》，所以这個人足聪明诶，因为拢专门找取个足大诶市场诶，是全世界普世拢有咧接受诶，安尼伊诶册都卖到全世界。讲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系犹太人真正好赚钱啦，真正好做生意诶啦。所以这个作者、這個、是一个犹太人，吼、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伊就发现讲。 我若要完全只有圣经诶字句、字面诶意思哦，卖讲伊背后真正意思。只有圣经字面诶意思，去咧生活讲，安尼真正是有够好笑。你会变做一个怪人，无无法度通形容诶一个怪人。万当对头一个结论就是，圣经所描写诶些物件，伫以前诶时代，你会当照字面哦；古早诶时代，你会当照圣经迄、那个、迄、那个表面上诶意思，你去执行。即马即个时代袂用诶。 即嘛，即个时代，规个文化背景，人诶价值观，人诶想法，吼、哦，拢总无共款去啊。都伫即个时代，咱咧读圣经诶时，阵，你也了解，你也了解伊诶背景，你未当真系死板，完全照字面去做。所以，亲爱朋友，安怎读圣经，这真正是一个足大诶学问。今日老三甲大家分享诶，讲，圣经即本册，伊是属于全世界，伊毋是只有属于某一个民族，伊也唔是只有属于。 某一个团体，伊属于全世界每一个人。所以，当你有了解这个价值观的时阵，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袂当用你家己的观点来读。你首先，这个读圣经的人，你本身的生活经验，你也有够。你的生活经验，你也无够。你家己要来解说这个圣经，你会怎偏差去？你用你家己的想法，用你家己的经验，你来解说这段圣经，你会甲其他的人，会完全无同款的看法。 所以，一个人性经要读得通，修身伊家己必须爱伊个生活经验爱有够，伊个思想袂当敢呾一个角度去想问题。伊也必须话真济无同款个角度去咧想问题。所以你唔单纯话市面上所有即、這個、你解说性经个西拢会看是无影。我跟你讲，足侪人解说性经是错哦。哦，所以你也家己爱过滤，你也家己个消化，你也家己会知影讲我要用什么款个角度我来看这个性经。哦，所以。 毋茫讲，你会当开始来了解讲《圣经、喔》即本册哦，唔是讲基督教徒咧看呀。其实《圣经》即本册是普世价值观，大家拢认同。即本册真正为足非凡诶价值，不但是伫宗教信仰诶赞助，甚至伫咱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做生理、吼、喔，咱诶事业、咱诶家庭、婚姻，《圣经》即本册拢总教到。只不过你诶足注意力安那解释，吼，你袂当甲他用你家己诶一个。 特殊的角度断章取义哦，安尼就危险去啊！哦，所以《圣经》一本书，谁人翻译去做这样子一种语言？谁人接济人来看？即个背景，老三们对大家小可交代一下。今日今日经文，保罗伫罗马书内面，保罗就来讲讲，敢讲上帝已经算犹太人？上帝是敢仔是犹太人的上帝吗？上帝难道毋是全世界的上帝吗？哇！即、這个观点真真要紧，因为即个精神。 一个真正诶宗教信仰，伊是属于普世诶价值，伊毋是敢若属于某一个小小诶族群而已，伊是属于全世界人类。保罗提出即个真理，讲出来朋友，你莫阁想我信基督教，即基督教迄是叫做洋教，迄是外国教，毋对。今日七七八足清楚，甲你讲，基督教即个信仰，基督诶信仰是属于全世界。上帝对人诶启示，迄、那个是要启示？着全人类诶啦，迄毋是某一个。 族群因各自个宗教信仰毋是，即个是专人类共同性命的一个答案。所以保罗已经强调这点，伊也当讲全世界所有宗教内面，也只有圣经，也只有基督教的信个信仰，伊是会甲你强调讲，即个信仰属于全世界。其他个宗教信仰伊毋敢甲你强调即点，伊毋敢甲你强调讲，若我即本册讲我即个信仰，我即个神，伊是适合全世界。伊一开始著是神来找全世界人，无。 哦，现在朋友，你要去比较，毋是讲我老三我别讲，你家己去研究，你家己去研究，吼、哦，基督教伊原本着是一个属于普世诶一个信仰，即也是世界各大宗教内面唯一一个一开始着家己讲我是属于全人类诶。即点讲予你知个时阵，你咧信个时阵，较未信调安尼硬究研究啊？我我我是台湾人，台湾人敢要家己诶宗教？你若讲要食家己诶物件，即、這個、我认同啦吼。咱家己个地区，咱食家己诶物件嘛。 咱有咱的特色嘛，但是宗教信仰要信神，神敢哪管台湾了？你莫笑死人！迄神要管就管全世界嘛，所以你要信的这个信仰一定是要一个破碎的信仰。你信的这个信仰，迄个经哦，迄本册一定是啊全世界拢有在读的册，安尼唔有合理？你信这个神，干哪领导的神啊？别人无咧信，讲我这个是真神，迄哪有可能？神都敢哪照顾领导娘，别人拢免插哦，无一个代志嘛。 无讲啊，新出一本书，敢若恁看？多有村诶人伊看无，伊毋免看，无即种代志嘛。所以若合理诶宗教信仰，一本册是毋是应该翻去互全世界人拢看有，是毋是安尼？应该嘛，对无，一本册是毋是应该是每一个时代人伊拢读有，安尼毋才是对。好，所以你若了解即个道理诶时阵，你即马搁看到圣经诶特性，你诶信里足是平安诶。你毋免搁烦恼讲，啊，咱信这诶，信著阿斗甲搞，信著外国人甲搞，咱家己有咱家己诶搞。 世间无种代志啦，那世间有神，即、这个神就是全世界的神啊啦，无咧分讲你的神，我的神，我甲你相拍，我的神甲、啊啊、你神也相拍，安尼即个神的世界都比人较乱，人甲人是直接摕刀摕剑咧相抬尔，迄若神甲神咧拼的时阵，毋就摕星球撞星球，彗星撞地球，星星撞星星，哦拜托咧，那世界宇宙拢乱去，毋是世界，是整个宇宙拢乱去啊嘛，毋是安尼，所以亲爱朋友。 等你若要认真选择一个信仰，你要认真追求一个真神的时候，请你考虑这个神必须我一家己有讲，我是专认钱的神，这种神你才谈个信。好，今日等下了。 哎呦，小黄哦，啊！你信什么？教，我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哈、啊，有人跟我信睡觉啦，哦，那、哦、些、哦、小黄哦，真乖呢。但凡他听老三讲讲哦，拢别背呢。哦，真乖，拢当别人当好，当别人坐一下，哦。来来来，老三家观众朋友来谈一下宗教信仰的问题，哦。啊，小黄问了，等下到问阿勇啊？问阿勇啊？啊，你调查人信什么宗教？哈、哦，无、哦、影啦，无影啦，亲爱朋友啊，吼、哦，这动物懂？伊演免有宗教信仰，这个无灵魂的、哦，哈。 即、这个敢有,有体无魂个啦，哦！即落无类下面啦，即、这个稻草人伊也免宗教信仰。但是现在朋友，你我咱话里世间咱个动物是无像个咧，咱个即个稻草人是无相关个咱咱是毋敢那毋是敢那讲有形体念咧，咱内底有灵魂咧。所以咱有灵魂，咱来去追求种宗教信仰，对啵？咱有爱情，即、这个物件看袂掉，哦！咱有道德，即、这个物件。 看未到，咱人诶进步，即个物件看未到；咱人诶内面种意志力，即个物件看未到；咱人会晓选择，即个物件看未到；咱人内面诶感情种层次深度，种物件看未到；咱人去追求讲我将来，我永远诶生命伫倒位咧，即毋免问别人，问你家己著好。咱诶内心会足自然问：难道我来到世间即几十年著无去啊吗？ 难道我存在只是偶然而已吗？绝对不是！这种物件，动物也无相；这种東西物件，植物也无；这种物件，独独只有上帝以想适合咱人。所以，咱人足自然来去追求宗教信仰。所以，咱人足自然，咱来足妄想，知影讲我甲这位创造世界的神之间有啥物款特殊的关系无？所以，呐，既然敢讲呢，咱人所欲找出的神，一定是创造整个世界的神。 你袂当讲我找即个神，干那保庇阮兜就好，蒙神就好，哦，你袂当讲我这个神，哦，咱这个开，咱这个砖头，咱拢信这呢，哦，咱信这较有安全感，这是属于咱的信仰、哦，这样咧唔对，这样咧绝对唔对，因为世间啊真正有一个神，你爱修，我爱修，阿多也爱修，乌头毛也修，白头毛也修，金头毛也修，咱目睭人哦，那些个外国人伊嘛爱修，嘿，乌人乌噜噜伊嘛爱修，对不？ 形体虽然无共，心来共啊！大家拢也想共款的问题啊。只要是人，拢想共款的问题啊。只要是人，拢有问讲下一层要食啥、啊？问讲我来我要去倒位啊？啊！我要娶无？我要嫁无？我要生囝无？囝要怎饲偌大汉？即世间无论你啥物人，只要你活伫即粒地球，咱想的问题拢共款嘛，对无？咱共款逐个在看个内容是讲，哎，遐顶面有毋知有人无？有毋知外星人无？咱所有人类咱个感情是相通个嘛？ 咱个思想嘛是嘛是相通个嘛，所以咱人你想问题，别人嘛想嘛。既然是安尼，你揣上帝，甲伊揣上帝，那也无共款。我这点我都想无啊。你听我呗，朋友啊，边边大家拢是人，皮肤无共色，道无共位，食物件无共。有人食意大利面，有人食披萨，有人食泡面，对无？大家拢食无共款个物件，但是咱心内感情是共款个啊。所以无共款个民族之间。 有诶物件会无共款，对无？咱住诶厝，咱若讲原住民诶朋友，有人是住即个吼石头厝，有人住草仔厝，啊有人住砖仔厝，有人住土厝，咱即厝以前咱诶祖先传落来文化无共款，即逐个当了解。但是呢，咱诶遮物件无共款，住诶物件无共款，咱乘车文化无共款，但是咱心中所想拢共款嘛。人生活诶世间，都是爱情嘛，都、就是亲情嘛，都、就是友情嘛。 啊，就是讲我将来死了要去叨位嘛？啊，我对叨位来嘛？我互你世间要创啥嘛？即你不管你啥物人，你讲华南话，你讲日本话，你讲韩国话，哦，你讲啥物越南话，你讲法文，你讲英文，你讲西班牙文，你讲啥物语言，迄拢无要紧嘛？因为咱读个内面讲个物、想物件是共款，是讲出来因无共，安尼尔尔嘛。所以认为是毋是若要找神嘛，应该是找同一个神。你听有我未无可能讲话哩西班牙，你找你个神。 哦啊！我台湾人，我揣我诶心。哦，你阿、啊、力，我你去揣你的敢若安尼即个世界有够混乱诶啊。既然逐个明明都是生做无共款，心内想诶是共款，安怎你揣出来心内无共款，安尼毋对。所以照你来讲，既然咱人类诶灵魂，逐个即个特质拢相像嘛，吼、哦？既然若是安尼，咱所要揣神，一定共一个嘛。 所以圣经讲咱讲世界各民族、全世界的人，拢共即位神所创造出来。上帝将伊诶即个灵魂、将伊诶感情，放伫咱诶心中，迄是正差咱带无共味。所以咱就发展出无共款诶生活方式，是安尼之意。其实咱心中所欲要求迄个情绪，咱期待人甲人诶和好,好的，咱期待人甲人诶温暖，迄个拢是共款诶。所以咱好不容易行到二十一世纪啊！ 大家生命共同体，尤其是咱朋友，咱活在二十一世纪，真正有够福气的咁在。咱的少福呢，咱这个时代有手机通用呢，咱这个时代有电脑通用呢，咱有 Internet 呢，咱有互联机通接呢，全世界，咱即把已经是一个地球村啊！全世界的人内，咱即把差不多有共同的语言啊。虽然咱讲的共和国是无共啦吼，但是咱慢慢慢慢，咱有当开始来沟通啊。所以。 慢慢慢慢在即个过程嘅中间，我想咱嘛要越来越清楚，无应该再有宗教嘅战争啊！好、哦，那恁家大家认真去找出同一个上帝，所有人类。咱对都会来。一定有一个神，这个神会对咱讲话，一定有一个神，这个神会给咱开示；一定有一个神，这个神、這個、以自然会帮助咱钻真理，拢会去找到伊，帮助咱钻真理。 和谐来到顶，这难道不是咱应该梦想吗？全人类拢知影咱即摆环保，无论你伫倒位，你即摆拢知道。全人类即摆拢和平，咱无爱战争，即咱拢知道。全人类拢知影咱咩啊进步，恁咩啊更好的科技，即咱全人类咱有即个共识，拢有一个共同个看法。我相信全人类咱慢慢走全人类共同的這个上帝，迄就是咱共同个来源。 迄也是咱未来共同的一个归宿，哦，这個、绝对袂当阁像古早蛮荒时代，迄、那個、古早迄作农务的时期，迄、那、讲、個、我了这个部落有我的神，你的部落有你的神，咱你消战的时阵，神煞神啊，请出来做伙战，迄经是咱人类作古早古早幼稚园的听多物件，无即个二十一世纪提出来讲啊，二十一世纪那要讲的是讲，咱么追求的是即个全人类所认办的即个神，即、這个神伊是。 全人类的神，这本圣经是属于普世一个解答，所以保罗的重点就在这保罗讲，咱所信的信仰，我所认不的上帝，伊毋是干那以色列人的上帝，伊是全人类的上帝，伊是每一个人的上帝，所以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人都应该认不伊，拢啊接受伊的恩典，拢啊接受上帝赦免，这个则是世界的一个真理。哦，所以今日跟大家分享这段。 啊，后集这要讲啥物咧？来，咱看后集这要跟大家分享的吼，都、哦就是讲，嗯，啊，既然啊，安尼啊，信用咧足简单咧，大家做伙来信就好啊。啊，先啊，圣经佫讲个遮些规矩，吼，圣经佫描写足些，即个规矩，即到底是啥物意思？为什物有足些律法？为什物有足些足些，即咱即马看起来感觉讲无必要的物件，伊的存在到底是啥物原因？咱后集继续讲，好，大家来了解。 三倍十点倍洛卡因，洛卡因啊，看身边我著因为伊拢有一挂奇怪嘅反应。看到人就去，我唔爱看。即卖是佫安怎啊？哎呦，这个看到真够好人，足生气，拢讲罪人罪人罪人，叫我要认罪悔改。 到底是犯了什么罪？啊！伊伫写讲我有罪。嗯，啊！伊就写得正清楚啊。嘿，这明明圣经一开始就讲啊。讲<嘿>上帝造咱人原本拢足好呀、啊。嘿咱不，咱人唔是一开始就罪的，咱原本是好呀、啊。嘿、嗯，啊，就是路尾。嗯，因为咱人家己的内面有通要做决定、做选择。嗯、咱无要照上帝的心意，嗯、咱就照咱家己的意思。嗯、哦，啊，尤其路尾。 个只尾蛇，迄就是代表魔鬼<爪>来来给咱人引诱，<是>对不？引诱<油>、啊、吼，所以怎对这个找人讲话，<哈>对不？小弟呢，蛇会讲话哦、喔，你着较吓咪啦，迄是迄电影《哈利波特》迄只蛇唔才会讲话，啊你八听过蛇的讲话哦、喔？哦，你知？电影搬啦，电影搬呢就是有对这个圣经的故事，嗯、就是因为古早时代。 人格动物会通沟通诶，哦，沟、喔、通诶哦、喔，会通沟通，海种人要袂犯罪嘛？哦、所以咱人会了解动物，动物会格人会沟通些，会听咱的话。但是呢，即、這个魔鬼安尼透过抓啊怎啊讲，吓我引诱，哦、欸，格、喔、人引诱讲即个规矩，哦、喔，规矩<季>，<季>分别善恶是规矩，唔通食，食咧你就是犯罪。我无杀人，我无放火，啊啊，我也无去倒虾啊，我啥物有罪？ 你讲那是无唔对啦，啊！咱主要你讲这个，咱人都是去食这个规矩，因为无只上帝意思。嗯，啊！咱即马莫来讲这个时阵，讲到咱的生活上、嗯，对无？上帝讲，未使做代志一定有一個原因。嗯，对无？上帝讲未你就不吃嗯，叫你讲讲白菜你就讲白菜、嗯、啊！我问你，哦，你吃那个子啊？你有讲白菜哎呦，這人我都不白菜、嗯 <laughs> 大家家己听，我无问这，我阁问你。上帝讲，咱唔通伫背讲批评公人的歹话，对啵？阿你讲唔叫做？我着甲你讲，我即世人拢唔捌讲别人嘅歹话，咱这规整头嘅人，我坦白讲，大家拢缺点是、喔、我是只是因缺点讲你听而已我你知道这人缺点是我话。 我无、啊、上帝讲，咱卖嫉到别人。你敢这些人，你敢唔叫上帝为去做？嗯、这得搁甲面讲啊！我环球小姐呢，他参照遐林志玲是算什么啦？林志玲有我漂亮吗？林志玲有我美丽吗？哼！哇、哦！那我看好，你的心中都是有一只抓在跟你讲话啦！有鬼啊！吓死人哦、喔！假啦！